哦，你煮好了吗？啥子？糖。我刚刚才煮好的，你说烫不烫啊？你看这次装的大小跟还多匀净，一次吃一根都差不多。哦，一大勺哦，还是能够能造的。能够能造，那恁都火腿肠不煮起来哟。那怎么吃噻？就油腾火腿肠。有火腿肠吃有好撇吗？哎，我买点米线来吃米线嘛。你来了做洗洗。哎，你把我扣好，别让我痒得很。你洗澡吗？还是洗勤点嘛？天天屋子就在这儿扣那儿扣，对吗？开开嘞。热和嘞。不，你开开嘞。热和嘞。看看嘛，有。这儿吗？过一点儿。这儿吗？过的很呀，过还是做过。你买个刨子来。再给你扣完了，我要用点洗洁精了，我又给你。你看你那个动作哟，硬是的，就跟我那会为了个猪儿有啥子区别啊？哎，猪儿养的哈，你在这在那个板板高头就蹭。他喊你啊，你在扣嘛？哎，就是喊呀，那咋子没喊呀？那个猪，黄立春，拿两根火腿肠，拿几个鸡蛋进来。你要几个鸡蛋？对，我好歹拿进来啊，你自己去。真的是有点憨得很，一人一个嘛，你数下人头嘛，你都晓得了噻。给我妹妹多做一个，不要让她瘦啊。当得起你的意思，我说你扯人家，再给你煮一个嘛就是了嘛。就来点料，给你放点小米条料的话，还是多方便那种米条。这吃米线的话，要放韭菜才更香。再来点酸菜，我喜欢吃，多放点。我这鸡蛋好了，我这鸡蛋我喜欢吃溏心鸡蛋，晓得煮过没有？还没得汤的，加点开水就要得。我们这儿在那卖的有这种湿米线，我就买一点回来。这煮不到两下，很快的。这汤软了都可以捞起来。包里水来给它多来点。你今天把那鸡蛋能剥出来嘛？那一天到晚在这看手机，还说玩儿看嘞。真的是，你这是印证了那句话，懒人屎尿多。这切两片火腿肠在里头的话，就成了三鲜米线了。哦，好像还差点那啥子虾皮跟紫菜一样。哦哟，这米线那火腿好扎实。自己装的，这我煮的啥子鸡蛋嘛？无锡鸡蛋煮的。我切一个来看看了，这都还煮了啊，低点的，可能关火了还没来得及捞。这蛋黄香得很，一个碗头给它来一个。好了没有啊？这就困的，给它来两根香菜，连切香菜切出来干儿的感觉。你当那两碗大的，我当那小的，我当三碗，当的嘛。你当的三碗啊？我当三碗哟。吃饭了吗？有。这下午是吃米线喽。哦哟，这个有点扎实哦。哪一下了？我是看看，人家说的一口一个蛋。靠你！嗯，还可以。那时候更多，那时候更多，嘴巴大小看。每种不足，掺牛肉。牛肉跟猪肉都是肉，有火腿肠都不错了哈。味道不一样，虽然我弄不来嘛，但我吃我会吃。人家那些带窝子猪回去了，就是要吭哧吭张哦，啊。少耍几回得，要勤开会吃，后开会长，还有那个香根儿，你在那底下那儿就好哦，在那过过山啊。晓得。在那过过山啊。你是开玩笑，肯定你要玩的家庭。哎呀，我们两个是玩的，你老两个是懂。我不管。这来多吃点，这碗面给你哈，吭哧吭张。不是嘛？吭哧吭张。这碗面好扎实，我都还吃不完。我都没以前吃多啊，就比以前那盆盆小啊，这碗。我吃这碗就差不多了，少吃点子哈。你那人在那火腿上就是一根，两个半鸡蛋，米线嘛至少嘛也是半斤嘛。贪就好玩呀，吃面的晓得这个米线都是要贪宽的。今天视频拍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和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唐书记。